见到你，正好计算思念能到的距离。我也相信遥远不能改变我和你的默契。哦，新品的，你们能买一个大点的狗是梦不平静。哦，行，我平衡了。你的问候是我温暖的理由，站在你的身旁，我可以片刻停留。我就跟你说了，可以吗？想想未来虽然很浪漫，却总是要勇敢。我的期盼是否成为你的负担？我们在这个节目里跨过了。跨过了什么？万水千山，真的。帮我告诉萨萨，我也很想他。然后最后，大家万水千山又走到一起。千千万万，你的心却像是一阵风，思念不听话，自己跑出来，任性追寻你的影踪。也许把梦放了，从未感觉不同，只是离别不忍到珍重。思念不听话，自己跑出来，距离没有用，思念很重。牛老师，小何，我们还有好多时间。